记者赖晓彤新北报道，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人气旺，连外县市的议员选将都来抢人。侯友宜今天上午与高雄市林雅、新兴、前进区议员参选人陈若翠合拍竞选文宣照片，面对镜头，侯友宜显得有点不自然，其中简单的抱胸动作一度卡关，被在场媒体窥向许纯美。侯友宜今天与陈若翠拍照时摆出各种姿势，其中抱胸动作一直瞧不好，怎么摆都不合意。侯友宜笑说，我遇到美女都会特别紧张了，化解场面尴尬。不过仔细一看，侯友宜抱胸的动作竟与阿梅姐的招牌动作有些神似，让现场增添笑声。媒体询问苏贞昌过去有哪些好的政绩值得一棒接一棒，侯友宜表示，20年前的事情到20年后都有一些转变，市政要跟上时代潮流，他要用新思维为新北市带来新建设。侯友宜强调，市政建设本来就是一棒接一棒，包括苏贞昌、周锡玮及朱立伦等首长对新北市都有贡献，他要一棒接一棒，把市政工作不断往上堆叠，做得更好。